妈，你放心。好。如果我今年要是怀上的话，我就要，好吗？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我要太好了。加倍的对你好，然后真是像女儿一样的对待。所以嘛，这个女人何苦难为女，你也怀过，她也马上就要怀。说句实在话，这怀孩子这事儿确实是一件挺累挺痛的事儿，你应该好好的传授经验啊，你也应该好好学习，好吧？期待，我们共同期待小生命的到来，来祝福她。来，请回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望着李阿姨和儿媳妇手挽手离开舞台的背影，我们在祝福他们两代人早日拥有第三代人的同时，也祝愿生活中的婆婆儿媳妇们能够多相互体谅，幸福美满。更希望在外为事业打拼的年轻人们能够常回家看看孤单的父母们。